所传讲信息，是伊才带来个人的平安甲集体的稳定。大家平安。耶稣讲：“我将这个事甲恁讲，要予恁伫我内面有平安。”伊要甲恁讲啥？伊要甲恁讲，伫这世间恁有苦难，总是恁通放心。恁要伫我内面找着平安，恁通放心，我已经赢过这世间啦。咱讲阿门，好唔好？阿门。这个意思是讲，刘兄弟姊妹，伫你甲我咱的人生的中间，伫咱的生活。咱时时刻刻嘛，拢伫艰难困苦的内面。只要你还阁活伫这世间一日，你有真侪的无方便，你有真侪的无愿意。总是耶稣讲，你要伫我内面有平安，因为我已经赢过这世间。有人伫咧举行一个画图的比赛，我请恁画一个主题，叫做平安。图，然后真侪人就照伊方式咧画，画到尾啊，讲一幅图，讲是伫正人诶中间，伫正历史家诶中间，怎啊推演出来？一幅图伫咧在伫咧表明平安，平安无毋是是真平静。一幅图诶平安是讲伫迄个大瀑布、大瀑布诶迄个边啊，有一只鸟啊伫遐伫咧做秀。然后，伊甲伊个囝伫遐真安全，伫咧大瀑布个中间困甲真好势。由于即个叫做耶稣要传带予咱个平安，咱即个伫咧庆候圣诞节，今仔日是大降节，等待耶稣降临第二个主题是啥物？主题是啥物？和平 ，peace。迄、那个 peace 这个字的当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内面的平安，一个是外在的和平的世界。所以个人的平安，甲外口世界的和平，大家人咱拢伫咧期待，弥赛亚，弥赛亚你来，上帝说我有诶啊，你来，你来进入我的心，会当带予我个人伫灾难、困苦、无平静的世界内面。我会当伫遐活甲真平安，然后你来了后，阮逐个人做你的学生诶，用耶稣基督的名三个来祈祷，甲上帝正经日日伫海天边海角的三个祈祷，要来互即个世界伫正人的努力内面，正做一个和平的国度。以赛亚。第六章、十一章、第六节到第九节，即现代阮的圣经，咱斗阵来读这段好唔好？用华语斗阵来读。以赛亚十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，预备来。豺狼和绵羊将和平相处，豹子跟小羊一起躺卧，小牛和幼狮一起吃奶，小孩子将看管他们。母牛和母熊一起吃喝，小牛和小熊一起躺卧。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，吃奶的婴儿要在无蛇的洞口玩耍，断奶的孩子伸缩在无蛇的穴内也不受伤害。在西安，上帝的圣山上没有伤害，没有邪恶，正如海洋充满了水，大地将充满对上主的认识。留意这个，这是一一幅真水的图。在上帝国临到的时，在上帝神圣的国度，在遐讲豺狼甲绵羊三角和平相处，爬甲细只鱼仔仔。三个倒的，因为这个车这是一个真趣味的画，一幅图，真凶凶恶的动物，会甲真温顺的动物，三个和平相处。动物甲动物的中间，惊吓无去了，
请吃路伯的恐慌无去啦。人甲人的中间嘛，拢无这款的惊吓的存在，百邪的存在。因为这讲伫上帝国度临到的时，这叫做弥赛亚伫带来景象。这个景象是讲伫亚西的子孙的中间，要出一个新的王，这个新的王临到要带来这个国。因为就是根据这幅图出现这一个画的画像，弥赛亚临到，到处拢伫咧迎平安弥、圣诞弥。平安弥、圣诞弥，毋是伫战争的国度伫咧迎受那边。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当英国的部队甲德国的部队杀到真厉害的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结果在迄个12月24日，圣诞年，突然在枪声真大的中间，怎啊，大家人慢慢啊，怎啊静去？静去了，开始有人停落来，开始咧吟平安年、圣诞年。迄、那个声对真美碎，开始直直传，传到全第二几遍，然后唔呐，英国的这边的军队伫咧吟诗，连德国的这边的军队嘛伫咧吟诗，然后两边的部队全对因的壕沟遐规个拢爬起来，因甲因的枪规退伫壕沟，因空手出来。然后英国的部队、德国的部队开始在那到底用他的语言在那吟平安弥、圣诞弥。1914年，两个对敌的部队因为弥赛亚的临到，弥赛亚来不是要带来战争，是要让豺狼跟绵羊三个和平下去。因为1914年发生这个故事，到底1999年，因搁伫迄个原来的所在，甲设立一个比较一个十字架，远个迄个你看较无？伫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伫这个家所发生一个真奥妙圣诞所带来的故事。然后到底今仔日，听候圣诞节到。对圣诞弥历史暗开始，就到处拢伫咧报佳音。我嘛毋忘即个报佳音会当到你的家庭，会当到你家己的人生。才要甲你讲，圣诞节到啊，上帝所挂油的弥赛亚已经若来，对你的人生会有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啊？两个对敌牙青小台的，都会当甲因的枪放落来。然后会当行出因的效果，甲对着三个阿手，然后三个男的用无同款的语言伫咧唱平安弥、圣诞弥。咱会当甲什么人，心内甲咱有家己的，咱会当甲伊三个阿手啊无？这是联合国。我到未去遐的时，遐拄拄阁是加添两个。新的国旗伫遐，中间一个是巴勒斯坦，巴勒斯坦的国旗已经去刻伫遐，梵蒂冈的国旗嘛刻伫遐，咱要讲有一日咱的祈祷，台湾的国旗嘛会当刻伫遐，好唔好？好。要讲阿弥陀佛，因为咱的台湾即个也阁是排除伫联合国的管教下面，这是无公平、无正义。因为伫联合国，1914年，洛克菲勒的家族奉献遐大片的土地，伫咧起联合国的时，联合国要起以前，就带不进一本圣经伫遐。圣经正做联合国治理全世界国际国家的一个基础，也就是五万上帝话正做治理国际带来世界和平的基础。上帝子耶稣基督来，真正会当带来这个新的和平，迄、那个国度哦会当兑现。所以你伫道明遐，你有看到联合国迄个大会
即外口的人看袂到，就进咧到内面了，伫内面的一个广场，你有看到遐一串，是怎用彩带甲绑起来？因伫遐有搁有战争，会当伫遐嘛看到狮甲羊啊三个倒咧，因为这是联合国的理想，联合国的梦。城市伫咧起造这个梦的所在，也搁甲台湾摆伫伫外面。联合国若无台湾伫遐，联合国的梦是起来，讲对不对？所以咱有责任，咱伫咧塞塞甲联合国，伫遐有一支台湾的国旗。真可惜，伫过去历史的中间，包括有廿四一个的国家。嘛，兴起十字架的战争，用十字架、高举十字架伫咧战争，这个代志过了后，到即部历史以来，伫基督信仰的历史的内面咧，伊迄是基督徒永远心里的痛。城市真对历史的中间，竟然有一颗是拿十字架，叫做十字架东征。然后用安尼一个台无共款信仰的，所以基督徒安尼台其他无共款信仰的了后，只好换其他的信仰的一个台基督徒，这叫做过火 （revenge）。因为在人的历史的中间，难免会有造成错误。在你我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嘛捌造成错误，因为咱两者软弱。因为咱有咱的人性，因为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有上帝的神性的一面，因为上帝用伊的形象做人，人就成做有灵的活人。所以人有上帝的神性，有上帝的慈悲，有上帝的仁爱，有上帝迄个追求上帝良善的心。但是人嘛，甲动物同一只创造，所以人有动物性。咱你若看你的厝边，你的隔壁老人伫咧掠狂、生气、掠狂的时，迄、那个面啊，敢若动物的，真歹，直直要人拆成落白。迄、那个面，迄、那个目睭，真可怕的目睭。然后，迄个讲话时，嘴咧那敢若结结，羊也变作豺狼，喙齿。咱若看到，迄个 ISIS。因为唔通个 ISIS， 认为讲 ISIS 就是回教的形象无影。伫所有光谱的内面 ，ISIS 是回教的内面，回教徒无甲遮个人当作是因，阮甲伊共款，迄是一个真奇怪的一帮人。ISIS 即摆的存在是拿上帝的名，用信仰用上帝的名。他已经是失落上帝形象，也已经失落应该有的人性。现在在高举的是那个万分之那个撒旦，耶稣说撒旦来，不是要害、要吃、要毁坏。那些回教徒并无接纳这些爱惜的人，跟他是同一个信仰。无接纳因，甲因所信的是同一个做不住上帝。啊，这个人真正唔知伫咧创啥，包括当咱也失落上帝的神性，甲失落人性的一面的时，咱嘛同款的听到耶稣伫远的所在，伫咧替咱祈祷讲父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的因在。另外，要安怎样让上帝百姓？不是伫宗教的外衫下面，是真正倒来伫上帝做上帝的囝。你我咱逐个人，就开始还有一个身份，讲咱若做上帝的囝，上帝是听。有听心的是捌上帝，有听心的是上帝的囝，无听心的毋捌上帝，无听心的是魔鬼的囝。啊！咱要安怎样真正常常伫遮确认？我信上帝人，我做上帝的囝，我一世人，我只有伫咧赢一种的政治，叫做和平的政治。我的脚行到的所在，伫遐真正予人有平安。
要维持和平无简单。在人的中间，因为人有人性，人有一个人性，人性甲动物性，真侪时阵是相像的。迄个动物性就是只要管也好，我咧引导的是了遐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人也是我的，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迄个就是动物性。因为原本伫阮山内的味全农村甲好势甲，即摆佫重新买入了后，连味全啊拢沦陷，做出来物件嘛拢袂食咧。我直直咱来讲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对咱中华开始。因为一个建校啊，永远互伊变作一个记号，迄、那个记号就是。有歹人伫咱的中间徛袂住，歹人伫宜兰的中间徛袂住，宜兰才有安全感。我安尼讲，你要讲阿面无？那伫咱的中间，咱拢伫咧包容，伫咧暗藏歹人，好人永远无安全感。咱即摆伫咧讲第二个大讲，即第二个主题是和平，第二个主题是咧超越平安。要安怎让咱徛起的所在，真正大家人会当心内平安。我无论咧食啥物，我既然有钱啊，我是富甲真有平安，我嘛食甲真有平安。若无你食哪好个餐厅，你可能你死哪点？因为要安怎让咱徛起的所在真正有平安？咱个书法。无公义，所以咱真无平安。有一日伫咧听陈仲模演讲的时，咱台湾一个上要紧司法、上要紧上悬的迄个位的陈仲模，伊演讲了后落来，已经将伊麦克风交予司会的人啊。伊坐当遐，司会的人讲已经迄个会要结束啦。一个七十多岁的陈仲模，司法院长，伊阁对伊家阁爬起来，然后讲我，还阁要甲恁提醒一件事，在恁的一生的中间，上好恁莫行法院。我是台湾一个上要紧的位的人，但是我要呼吁恁上好一世人莫行法院，唔通认为法院的。司法会向恁公道，因为这是一个这么长辈的人已经演讲讲了啦，落去坐伫遐，伊阁爬起来讲，伊忍袂了，我交代这个话，迄个是原痛心。因为咱活伫台湾有平安啊无，咱还阁欠真侪平安，家无平安，出代志你要告。然后家己伫拖拖到尾啊，大歹人大犯罪，佫拢无做。那司法内面无平安，连咱伫外口伫个从事工作、经济活动，咱的政府是拢偏为民、偏对生意人去。所以，这个大大偏对生意人去，咱再造成贫富不均。即摆好业人吊死，台中港即摆我是台中港的人，台中港迄个港口拢是高级的车，因为阮啊千万的车也未到遐，就早就人订了了哦。当恁啊看到遮的车也未几万，拢人订了了咯，你就知影，你唔通想讲台湾的经济遮好。你爱想着讲，即摆一寡少年家伫高速公路、伫山顶爬爬叫，驶拢几千万的车，然后拢无咧收交通规则，伊私生活乱七八糟，因为厝内穷的只剩下钱而已，因一点啊信用都无，一点啊道德拢无，一点啊良心拢无，即、這个社会伫咧天天到政府的制度伫咧天天。因为咱的心真痛，
台湾咱的学生出来了后，咱的下一步安怎？台湾的少年的比顶一代较无路用吗？那我要讲良心的讲，无，即卖少年的比咱个真优秀。咱的少年的即卖出来到国际的比赛，伫各行各业，咱的少年的出去拢摕奖杯入来。三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老一辈无，五十年前的老一辈是干呐加班加迄个三不如体的，伫外口靠伊家己的两只脚，直直家己的产品推销出去。即卖少年的出去是拢伫国际上伫咧写论文，伫咧写报告，伫咧讲咱台湾有偌侪优秀的人才伫遮。即卖问题，即个人才出来到社会了后，社会无一个顺畅的管道通互因发挥。因为要安怎？叫你的囝、叫你的孙，唔通维持，真正甲脚伫咧土地打好，唔通目睭直直咧看对方、看倒位。咱即个土地，咱对咱的手家己定心来，咱会当伫遐找着咱的新的希望。咱真正伫圣诞到的时，咱咧为着咱的台湾求平安。因为真侪人伫你个厝内，你伫咧用 Facebook 个即个开创者 Mark Zuckerberg， 真少年，29岁遐尔，都差不多生囝做老爸。竟然为着伊的查某囝出事，家己家己的财产，讲心态病，一点四条的心态病弯出来，为着庆祝上帝给我生一个囝，我要给我的囝。我的查某囝未来的世界，看到迄个世界比今嘛搁较好。伊把99%的财产捐出来，因为伊生着一个查某囝。安尼有水啊，有水。因为捐这个钱咧创啥？伫咧促进世界的医学、伦理、社会福利各种医疗。我来担心，这个是什么人 ？Apple 的 CEO， 因为伊嘛同款，伊家己无家庭，伊家己无囝，伊饲伊的兄弟姊妹中间的一个人的囝。然后伊讲，今后即个囡仔上大学了后，伊保留淡薄出的钱嘛，拢捐，出的钱拢捐，伊捐的钱有200亿的代表。你会当看到美国的有钱人，拄则我讲过戈斐勒的家族。建一片上好的曼哈顿的土地来起联合国。洛克菲勒的家族赚到钱了，伫全美国的各州大都市，拢建图书馆，建什么所真上好的物件体育馆。洛克菲勒，建礼拜堂，洛克菲勒。然后你看，这些有钱人，应该因的财产直直现出来。也阁有两个 Bill Gates， 全世界曾经上富的 Bill Gates， 少年人，也把伊财产献出来。也阁有一个巴菲特，对伊后壁，这几年前拢全世界第二好起的巴菲特，然后把伊的财产献给第一好名，讲你的基金会管理了比我较好，我将我的财产献给你，让你的基金会去管理。世界，因为这是受基督的文化影响的国家，
在伊个文化内面，大家人咧想的是咧追求迄个共同的良善、共同的水。犹太人伫诗篇内面咧讲啥？咱都爱为着耶路撒冷求平安，因为耶路撒冷若无平安，所有人民活伫迄内面的个体拢无平安。啊，伫即个只嘛共相似咧讲，咱都爱为着台湾求平安。台湾若无平安，你我咱拢无平安。台湾的食食，台湾的公司若无平安，台湾的事关若无公平正义，咱甲咱的子孙活伫遮，永远无平安。台湾亲像这个火，若无细里伊就打去，若无细里火就定去。都只渔船，伊都感觉咧点，真侪所在，真侪时阵，你搁点火嘛点袂到，因为冷风太强。台湾真侪所在，你毋是讲你个人要做一寡好事就会当，无影。你若做好个，大环境若无良善，你想要个体做好，你会去吞食落腹，人会怨气。这个是马德的，伊是这个太太是中国人，所以伊是生一个咱甲咱亚洲人男的，伊都无伫只咧念圣经，因为咱伫咧讲圣诞来临啊，圣诞来。圣诞予咱的规个记号，耶稣诞生伫倒位？耶稣诞生伫总统府的马槽，伫总统府的迄个婴儿床是无？不是。耶稣诞生伫好野人的房间，含迄个金汤匙啊，大汉是无？上帝囝耶稣，伊诞生是伫马槽，真简单，真谦卑。人若简单，若谦卑，若袂外高；人若简单，若谦卑，若袂为家己。因为耶稣讲予咱的另外一个记号是。这么好的上帝的子，他所讲的话，他所做的事，拢是带来疼甲拯救。竟然予人钉伫十字架顶这么苦楚，伊还佫讲安怎？爸啊，赦免你，因为因所做的因不知。因为这个是一个。你若讲要带来和平，你要带来和解，你要带来你的心灵的平安，唔通忘记一项，你会堪得去赦免得罪你的人。你若无法度通原谅赦免遐得罪你的人，你家己的心内永远无平静。要讲阿弥无？所以你个人，你若要超出你个人人生的平静一项，你的生活爱亲像马槽简单。我讲的是你的思想简单，你的生活简单，你的欲求简单，但是你的痛心爱丰富。在你的人生的中间，不管别人安怎样报答你，你常常爱亲像耶稣，会记得耶稣是骑驴啊，不是骑马。你知骑马甲骑驴有啥物无同款？马是咧健，马是咧小台。如果伊袂安怎走，如果只是一个和平的功夫，伊是运输载主人。耶稣永远予家己的形象，伊有法度通做主的时，伊就是如果永远无徛底。这世间偌济人拢伫咧超车，那是英雄拢咧超车，上好的马，英雄配骏马。由于耶稣永远伫咧拒绝，最王伊拒绝，上贵最上上贵，总是伊是伫马槽，然后徛路，然后死伫死去顶。
伊永远永远要带予人怀疑，啥物是真正上帝国领导。然后活伫上帝国的人，虽然恁的人生也阁有真侪苦难，也阁有真侪的艰苦心的事，总是毋免烦恼，因为烦恼会解决代志。烦恼干那样，代志变较歹，袂代志变较好。所以，若烦恼的，请你把迄个烦恼提掉。耶稣讲：“恁的烦恼，是我的内面平安，因为我已经赢过这世间。你若要伫信仰内面超一层，赢过艰难，赢过灾难。总是你要赢过，你要有够个吞忍的心，你要训练家己，要有够个耐心。”即有可能真侪风波伫伫冲伫你来，你爱徛会条，求主帮衬，求主帮衬，互我徛会条，徛条过了后，风台一个过，伊就平静起来。因为若地震来，一般地震来，我讲地大地震若到，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，免惊，感觉做一个祈祷，你干来祈祷一分钟，迄个地震过去啦。地震一般几秒钟，几秒钟，十秒钟左右，二十秒钟内面。所以你若伫大地震的中间，找伫一个安静的、一个安全的所在，安全的角落，你伫遐做一个交托，去去求上帝，甲你同在保守你。你祈祷的一分钟，迄、那个大地震过去。风台伫过来嘛两三天，所以迄拢是一个风波，意思是。所有的艰难临到你的时，拢是暂时久那尔。回顾你的人生，一步一步的艰难，加在你有徛伫在，加在你有这个信仰，然后你徛在了，你的灾难过了，你徛伫遐。圣诞已经到了，今年的圣诞你会当从啥物？咱有一挂人，伫。我毋是总干事，今仔日伫遮，然后伫迄个圣诞的时，要带因的小朋友出去报佳音，去送一挂圣诞的礼物，互遐个，搁较艰苦啦。礼物，咱的总干事要带艰苦囡仔去送礼物，互艰苦的家庭。圣诞到，大人伫咧传单。你无孤单，虽然你即久艰难，虽然你即久较艰苦，总是社会也阁有贴心，社会也阁有温暖，因为耶稣已经来临啊。圣诞已经到了，咱教会嘛要伫圣诞的时，然后分群啊，组出去养老院，去啊报家乡，我毋忘记会当伫迄个时到恁来签名，然后咱一组一组去养老院。盼望圣诞的时，咱会当跟耶稣基督诞生的路。